少夫人，大帅怎么样了？一直昏迷。听说少帅给您打电话了。是啊。谁通知的少帅？不是你吗？坏了，我的电话根本就没有打通。这里边一定有诈。我得赶紧回司令部，派一个连来保护你们。他说了什么时候到吗？应该已经出发了，明天一早就到。好，我再派一个连去火车站接他。李成，这里交给你了。无论如何要保证大帅和少夫人的安全，知道吗？是。那我先走了。 少奶奶，您放心吧。开快点！是。再快点！ 夜郎，夜郎，爹，你醒了，怎么样？其他人呢？孙副官调人去了，李厂在外面，我去看看。 你别说话，我去看看。
少奶奶，少奶奶，我是一场。 少奶奶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大少怎么样了？大少，大少腿骨折，孙副官为什么还没回来？火车站那边有没有人接应？你说话呀！你说话呀！对不起啊，少奶奶。 部队不会来了，少帅也不会再来，他们一下车就会被伏击。李成，我们赵家待你不薄，你为什么要出卖我们？你为什么要出卖我们？我的老婆孩子都在日本人手里，我能怎么办？ 少帅，不对啊，少帅。 兔崽子是要困死咱们！是啊，他们应该知道咱们快没子弹了。少帅，我可能是走不了了，你赶紧想办法，想办法去医院见老爷和少奶奶。你少跟我废话，没有我命令你不许死！ 你可真霸道！早知道去天津之前，应该好好跟他见一面，道个歉的。叶成，你还行吗？少帅，下命令吧。
赵正南，好久不见。吴培，现在你老婆在我手上，怎么样？要不要上来见一见？玉荣，我爹呢？ 我来告诉你吧，你们的赵大帅我已经送上路了。你把他们放了，我跟你走。哼，你跟我走？你想跟我去哪儿？ 不是要把我交给日本人吗？我可没想把你交给日本人。况且现在日本人已经对你不感兴趣了。现在，你们赵家的军队司令部还有家产，马上就要归日本人了。我只要一样东西，那就是你的命。少帅。 我把我的命给你，你放他们走。少帅不能去，彦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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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的老婆，加上从小跟你长大的兄弟，还有你爹，相比我们吴家，算了，就当我吃点亏吧。赵正南，别耽误时间了，赶快放下枪，给我上来！ 赵正南，你快点走！快走啊！这就对了。 站住！跪下！我让你跪下！ 生不如死，痛不欲生，是吗？这就是几年前你给我的感受。我
我今天全都还给你。 Thank you.
Yurong!这是哪儿啊？这是我家。你家？我怎么会？还是我告诉你吧。一个月前，你受了很严重的枪伤，好在我们及时赶到，才把你抢救过来。一个月？准确的说，是一个月零五天。 从那以后， 赵正南的部队和家产都被人接管了，名义上归属一个姓吕的将军，但实际上是被日本人掌控着。他们之间其实一直……赵正南。 玉荣，吃点东西吧。 玉荣，回去吧。你已经站了半天了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
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你把我救了，赵正南他死了，死了！你为什么要救我呀？为什么要救我呀？我不想这么活下去了。正南，我来了。志荣，正南，你带我走吧。正南，你带我走。志荣，冷静一点。志荣，正南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。正南。玉荣，我明天要带你离开这儿。你怎么不问我去哪儿？无所谓，最好是带我去死。我可是使了我浑身解数，才把你从阎王那儿抢回来，我可舍不得你去死。好了，说正经的。这次走，对你，对我们。都很重要。我们？对。所以我要跟你说清楚。你不是一直好奇我是什么人吗？我本名不叫梁博文，叫梁生，陕西人。五岁那年发大水，全村只活下来七个人。我们一路要饭，我爹死在了要饭的路上。后来到了湖北，我又生了一场大病，眼看就要死的时候，遇到一户好心人，他们救了我，他们给我治病，让我留下来，还供我上学。于是我就成了他们家中的一员。13岁那年，军阀混战，一颗炮弹落在我们家，一家五口除了我全都没了。我当时在学堂侥幸逃过一劫，我把家里能卖的东西全都卖了，葬了我的养父母，然后继续要饭。不知怎么就到了天津，在我就快要饿死的时候，我遇到了一个人帮我，他叫王哲夫。王先生。对，他把我安排在一个书店做学徒，还带我认识很多人。这些人经常聚在一起聊天，聊中国，聊世界，聊当下的混乱和未来的希望。他们都不是达官显贵，都只是一些出身平凡甚至贫寒的底层百姓。他们都有着跟我一样的惨痛经历，可他们从不哀叹也不消沉，他们希望的是可以用自己的行动改变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命运，可以让我们将来不再遭受磨难欺压凌辱，可以幸福平等有尊严地活着。
过了很久我才知道，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组织，叫中国共产党。再后来，在王先生的带领下，我加入了他们，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员。说了这么半天，你是要拉我入伙？你把我说的跟土匪一样。我们叫加入。对不起，玉荣，我不会勉强你，但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加入我们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身上具备很多成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品质。可是我的世界已经完全崩塌了，你不觉得我现在就像一具行尸走肉吗？崩塌了可以重建，行尸走肉也可以重新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。玉荣，我知道这么多年赵正南就是你的世界，你的唯一。现在他走了，你从里到外全部都破灭了。这种痛苦我也曾经有过。我不会劝你忘了他，忘了你们曾经的生活，重新开始没有人可以做得到。但是玉荣，我真的希望你可以拿出勇气，为了你的挚爱，勇敢地好好地活下去。如果我们可以创造出一个崭新的美好世界，这对逝去之人不是最好的安慰和报答吗？那我应该怎么做？振作起来。父亲大人如晤，齐心谨祝安康。不孝女离家以来，思父之心甚切，常思绕于膝前，朝夕相伴，共享天伦，尽其孝矣。然世事难料，天意弄人，难得团圆，遥寄相思。唯愿父亲大人安康。汝为吾操劳半生，女未尽其孝，深感惭愧。每每想起，夜不能寐。现观天下大事，国破家亡，民不聊生，清朝之下焉有完卵？只有革命，国家才有希望，民族才有未来。小女不才，愿飞蛾扑火，以换苍生。父亲大人现年事已高，本该颐养天年，不宜过度操劳。凡事以康健为念。古云，儿行千里母担忧，母行千里儿不愁。然吾时时挂念父亲身体，唯恐父亲大人或疼或病。女本性口拙，不善言辞，更难表对父亲敬爱之情，时刻不敢忘怀父母之恩。期待他日与父亲重逢之日，也是国家安宁之时。吾在外一切安好，慈父勿念，遥祝安康。女玉容，恭叩金安。咱们家玉容不容易啊。是啊，主子。Thank you.
着就好啊，随他去吧。你说这些年吧，从前清到民国，我是真的老了，我累了。你去拿剪子来。啊，剪子？去。哎，主子。这几个病人你要关注一下，还有这个。副院长好。可以走了吗？早就可以了，就等你呢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好，再见。吃饭吧。好。谢谢。马上就清明了。对啊，东西已经准备好了，想去我随时陪你。我那块怀表又停了，过几天拿过来让他们瞧瞧。不行就再买一块呗。来，给我吧。听说锦城新调来一个师长。啊？什么来头？具体还没有消息。会不会跟灯塔有关？羊圈几
笑，阴差阳错，像是那一场惊艳相偎，云雀悄悄飞上枝桠，迟迟走走，一夜相隔天涯，日出日落等我，云舒云卷脚步中，奈何一眼之间忘记天涯，凝眸日夜夜，多少思思念念，等待梦回自梦会醒。